大肠，宝宝们，这是我妈给我卤的大肠。哇，太糖嘴了！这是用咱家卤料包卤出来，味道太正宗了，太好吃了。哇，嗯，大咖香。就春节咱们在家里卤个什么卤味啊，猪肉啊，鸡肉啊，牛肉啊，你就放那一小包里去卤一大块肉，贼入味贼香，可好吃了。啊，这就卤完，然后用空气炸锅稍微烤了一下，太香了。嗯，好香啊！这卤料包，这卤料包真的是必配啊，居家必备的，这是消耗品。我建议大家一人拍一袋回家送给父母，回家卤个肉吃哈，味道太正宗，太香了。要不然这个大汤这么油啊，我都吃不下去。这个小味一条，太香了。嗯，嘎嘎香。炸弹。
京十一的一碗。吃丸子，